谢谢。我跟你说，这么忙啊，你们年轻人都很会用简讯哦。是啊。又黏在网络上了，在跟朋友上网聊天。如果我们也会上网，就随时可以跟姐姐聊天喽。爸妈也想和你即时通，全球人寿提醒您三不五时，爱要即时。嘿，妈咪，嗨。